响我一生的人是我的母亲。在我们小时候都不知道她所处的处境是多么艰困的状态，可是她给我和我的弟弟满满的爱，让我成为一个尽责然后永远不会停止往前走的人。影响我一生的人是我的爷爷。我很多时候是看到我爷爷做人处事的道理，让我成为一个懂得坚持到底的人。我爷爷是一个很会保存东西的人，就我很珍惜保护自己的东西，包含家人也是。影响我一生的人是我父母，他让我懂得成为一位时时感恩的人。我爸爸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，他造就了我现在的个性。影响我这一生的人是我母亲，她是在她任教的学校当中少数不打骂学生的老师，我也是这样来对待我的小孩。影响我一生的人是我的师父李伯钧老师，不会放过自己，他也不会放过艺术，他让我变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演员。大部分的时间不是拿来陪家人，就是忙工作。你还有自己吗？我只希望我们两个人好好在一起。我想问你，你若讲上接讲，认真做，天就会甲咱牵线。咱爱唱上欢喜的歌啊！時の国の山よ、川よ、こびどたちよ。原来你住在夜晚里，感谢在我掌心的纹理。我现在相信。发生什么代志，拢有人喊你做伴。想着他在大时代里走过的青春岁月，好像我也看得到未来的自己。ここにずっといますから、これからも。